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这片翠绿的茶园，探索古树普洱茶的神秘世界。普洱茶，这种古老的茶叶，早在千年前就被我们的祖先所发现和使用。古树茶树龄至少200年以上，是不经过人工干预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乔木，可见它的生命力很顽强。为了适应自然环境，古茶树树根比一般树木扎得更深。一般而言，古茶树树长多高，根扎多深，无论是地表枯枝落叶花果滋养的腐殖质土壤里的养分，还是地下深层土壤中富集的各种矿物质，都转化成为古茶树自身的营养物质。古茶树是喜阴植物，莫不生长在山高谷深、云雾萦绕之处。自古有言，高山云雾出好茶。一、古树普洱茶的功效有几个？一、降脂、减肥、降压、抗动脉硬化。法国巴黎圣安东尼医学院临床教学主任艾米尔·卡罗比医生用普洱茶沱茶临床试验证明，云南普洱茶对减少类脂化合物、胆固醇含量有良好效果。长期饮用普洱茶能使胆固醇及甘油脂减少，所以长期饮用普洱茶有治疗肥胖症的功用。二、养胃护胃。在适宜的浓度下饮用平和的普洱茶，对肠胃不产生刺激作用。粘稠甘滑醇厚的普洱茶进入人体肠胃形成的膜，附着于胃的表层，对胃产生有益的保护层。三、健牙护齿。普洱茶中含有许多生理活性成分，具有杀菌消毒的作用。湖南医科大学曹静教授用普洱茶健齿茶进行抑制变形球菌附着能力试验，发现普洱茶健齿茶具有抗菌斑形成的作用，浓度 10% 效果最佳。四、消炎杀菌治痢。医药界研究及临床实验证明，普洱茶有抑菌作用，浓茶至日服10次，可以治疗细菌性痢疾，这与大叶种茶内含丰富的茶多酚直接相关。五、抗衰老。茶叶中儿茶素类化合物具有抗衰老的作用，大叶种茶所含儿茶素总量高于其他茶树品种，抗衰老作用优于其他茶类。二、古树普洱茶特点。古树茶会带来感觉丰富的口感，且感受到一股来自高山阔野般的气息。茶汤的细密度和醇厚度较高，渗透力顺畅。古树茶的叶子相对台地茶壮硕，叶面及质感明显，叶脉清晰。香气，古树茶香气深沉而厚重，停留时间长。叶底，古树茶冲泡后叶子舒展程度好，肥大且弹性，柔韧性好。而台地茶不易疏，质感薄小且脆硬。前置，古树茶因叶子是来自树根深入土壤的大树，根部吸收地下的养分多，而使叶子具有转化价值的物质多。韵味，古树茶入口滋味醇厚，苦涩味所化出的甘性让口腔生津，韵味久留于口腔喉头。陈茶的能量释放的慢些。通过上述内容的介绍，我们可了解到古树普洱茶在对人体5个方面的功效都是十分不错的。